Hello， 早。我们要去学校了。今天我们要去学校做什么？种花。对了，今天我们是要参加我们宝贝女儿的亲子亲亲环保活动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就走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拜拜。环保的工作，跟着你妈咪一起做 ，OK？ 这是我们的活动。
先请爸爸妈妈带你们孩子去穿鞋子，然后跟着队伍。你不要戴帽子，看不到，很难看的。紧张吗？都放里面。啊？啊，你放里面啊，更简单。OK。小心。前面坐下来，坐坐，你坐坐。你的手先停下。简单吗？要大力的。来，爸爸帮你。捡着嘞！拿到了一个，啊，我从那个桶里面，你完全没有的。捡好了，这个捡呢捡啊！捡到了啊！我讲这个手从这边里面。哇，怎样了？完成了没有？给爸爸看一下。哪个高？哇，完成了。
OK。你那里吧，就到那边，我去吃到那边。OK， 好了好了。对了。
学。